这样子。为小朋友示范起竹编风车组装，眼前这位工艺家就是张宪明。72岁的他从事编织工艺超过50年，作品曾获得故宫典藏。其中这件勾纹提篮以0.1公分宽和0.05公分厚的竹面和藤编编成，展现完美的立体工法。利用我们那个神桌那种，干漆的涂装的方式，然后再去加以改良，然后适合涂装，因为有时候桌面的涂装跟这种有凹洞的、有凹凹凸凸的那种那个皮那个表面，所以涂装的方式不一样。然后我就应该花了4-5年的时间，才把这种涂装的技法研究出来这样子。他的勾纹提篮和林间作品被湖东文化中心收藏，目前在这场典藏编织特展中展出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次展出的40件作品结合了编结、染织、绣等工艺，都是首度曝光。像是这件编织艺品，就是以蚕丝等天然纤维织出海的壮阔生成。它是打破了织布的这个范例，因为一般织布要有织布机，可是呢，它这个是用的是欧美他们一种框织的方式，那等于说它没有受到织布机的限制，因为织布机一般就是30公分、60公分、80公分，那它这个将近200公分的就没有办法用梭织来做。那第二个呢，它用的是非常简易的这种框织的方式，那它可以随意的变化，主要它把经线经线固定好之后呢，那纬线穿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不需要绑梭子，它就可以自动的这样子，可以自由的发挥它自己的特色。其他的还有以针法细腻见长的石榴风琴，以及古朴饱满的叶纹藤编花器，都是难得一件作品。由于展出时间直到29号，所以对编织工艺有兴趣的民众，可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。记者李蒋中采访。